一向以嚟，香港中樂團在推動中國音樂文化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，尤其是在2003年成立了香港兒童中樂團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發揮他們每一位音樂家的才能，而是還有發掘年幼的小朋友的潛能，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做法。不單止是這樣，每一次我去欣賞音樂會的時候，都會覺得哇，自己那個欣賞程度很高，同埋咧個心情都感到好澎湃嘅，因為中樂團所演奏嘅音樂實在太好聽啦，而且佢哋仲非常有創意，好似喺嚟緊嘅1月7日呢個籌款音樂會裏面咧，我就覺得當晚嘅節目咧真係好多元化，唔單止係演奏，仲有歌唱，哇！我覺得最特別嘅咧，仲有就係以英語去唱粵曲，同埋咧現場去繪畫。甚至朗诵，同埋主席仲会客串指挥添。我自己咧都觉得好荣幸啊，因为得到董事会主席徐慧玲博士嘅邀请，令到我当晚可以担任大会司仪。我真系好期待当晚能够同所有嘅表演者一齐合作，系达至呢一个筹款嘅目的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欢迎你嚟参加。在这里，我祝愿香港中乐团筹款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。